哎，你如果就是说想省一点事，就说你平时有时候有充不够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充，你就少了那么几根葱，就是菜做起来不香。但是你没有把葱油用完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得不去买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自己种一点葱，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，说不定一年都可以不用再去买葱了。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个葱，你看这个葱，把这个葱叶子把它掐掉，自己做菜吃，对不对？剩下的那些葱头，哎，留下来，就把它栽在这个盆子里面。我估计就是这些葱，它就能够保证你一年不要去买葱。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，什么？主要是省时间，钱都放在一边，对不对？钱它也不是太贵，几毛钱一把葱，但是省时间啊，而且方便，对不对？就在家门口，就在家门口，对，出来就可以，就可以这个种葱啊，好不好？挺好的啊，挺好的啊，哎，你再也不用为葱发愁啊。有时候没有葱，没有葱的话，真的那个菜还是不香啊。菜香不香，有没有葱啊，对不对？这样的，这个插下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插下去，当然要先插一个眼，先插一个眼，这样，对不对？插一个眼，然后就把这个葱这样摘下去。瞧，我原来还有一些葱，是用这种办法。这种办法弄的也保持了很久，保持了很久。但是这种方法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原来是以前我们在外面也种了一些葱，后来冬天了嘛，冬天了就把它就用几个杯子，用几个杯子放点水，也用了一个冬天，几乎没怎么去买。但是这个因为放在水里面，我们也没有去加肥料或者是放水之类的，所以就种的效果不是很好，有点黄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栽到这个土里面，它就会好起来的，就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我另外还有一些葱还没有买回来的，还没吃，就是先把叶子给吃掉，栽到这个里面。这些原来在外面就是用水栽了很久的一个冬天的，吃了一个冬天的，营养不这么好的，我把它插到这个盆子里面，插到这个盆子里面，插满这两盆。今年估计这个葱就不用去买了，够了，葱就够了。省事，图省事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不是有温玉吗？你不是有温玉吗？好啊，咱们自己种啊，不用去买菜呀。一颗为了一颗葱也要去买一下，真的，挖盘来呀，冒那个险啊，对不对？那险冒得厉害呀，所以咱们就不去冒险啦。
就在家里自己总充吃，你是哪颗葱啊？啊，你是哪一颗葱啊？好嘞，好嘞。这里呢，将来是一个屯，这个屯爬上这个围栏，那边是一个秋千。哎呀的，好玩呢！好玩呢，好玩呢，好呀么好玩呢！这个葱因为在这个水里面浸得太久了。确实是有一点问题，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呀。插进去碾一下，对不对？滴个风，滴个吼，嘿嘿嘿，哎，好嘞，哎，今天的风你看好大的风啊，好大的风，好大的风啊，好大的风啊啊啊，大风来了，大风来了啊啊啊啊啊，风来了，风来了，嗷嗷，好嘞。这里再来几下啦，再插一个葱啊，再插一个好的葱，好的葱，虫啊，好的虫，好的虫啊，好的虫啊，红呀红的虫，
好嘞。好了，就这些。这些。这个也给它插上钻啊，这些空的，空的也给它插上。好，这插不了多少了，插3兜葱吧，3兜葱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两个，一个。搞一点水上就可以了，等一下再加一点水，淋点水这就好了。这个可能呢今年的葱就有了，不用管了。好了，好嘞，再见。